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 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看房子。我们现在位于尔湾奥塔小区，现在在四号样板房的户型外面。这一套样板房啊，非常的抢手，目前已经卖光了。不过呢，我们可以等下一期的房源出来，先随我参观一下。同样设计也是非常的奢华，大家先进来看一下。一进门的右边呢，便是主人的书房，左边呢是旋转式的楼梯。现在居住面积达到了4300尺，想一想都是非常的舒适呢。参观一下这个非常大气的厨房，来参观一下这个非常大气简约的厨房，具有双中岛的设计，可以在这边做菜，这边呢吃早餐。那么双中岛的设计呢，办个 party， 想象一下在这边办家庭聚会，摆满了食物、美食、美酒，朋友们在这边聊天。那么现在这个厨房呢，除了配有双中岛的设计，在我身后新房交房时所携带的设施包括抽油烟机、炉头、洗碗机、微波炉、烤箱，都是现在最好的牌子，叫做 Wolf， 非常的高端。哇哦，看一下这边有多少个炉台，你可以在这边大展厨艺吗？ Wolf 的烤箱、微波炉，还有超级大尺寸定制的双开门的80寸的冰箱。那这边呢就是 mud room， 这边呢是车库的入口，在这边进来呢，可以把随身的鞋子啊、包包啊放在里边。那我现在位于一楼的餐室，餐室和厨房后面呢，还藏了一整套的卧室。院子参观一下吧，看看我们的院子，绿树成荫，源源不断的流水，还有一个可以泡澡的水池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。
我们三楼有自己的 bar， 还有一个私人的影院空间哦。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Residence 4的户型的视频。那么这套户型呢目前已经卖光了，它的户型现在是4300尺的居住面积，4个卧室，4个整套的卫浴，2个半浴。那么这边的设计呢是3层的别墅设计。那么奥塔小区呢在尔湾是非常非常好的小区，那这边小区的治安啊、环境啊、邻里啊、学区啊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要联系我哦，我是 Mina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个赞，一定要订阅我哦，转发加评论，新年快乐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